考车牌嘅同学由公司训练40个钟啊，35个钟咧就喺班房里边训练，最后5个钟派出由师傅就教你哋嘅。好啦，一马你睇睇佢哋先啊！我大家再记一次啊，后镜测试几粒子入波手掣，唔系你个位啦，后镜测试啦，几粒子波厕所关手。掣啦，摆右手，右满极力子，摆右睇啦，右极力子，厕所棍啦，又摆右睇啦。你做咩啊？我睇有冇撞亲人啊嘛。哦，再来一次啊，来玩啦。后镜啦，拍字啦，极力。厕所管手掣嘛，手掣嗱个手掣嗱个手掣嗱个机足嗱，摆右手嗱，攞你个蒂嗱，极力指摸厕所管，攞你个蒂嗱，一个掣掣。住啦，始终轮到你哋嘅咋。后镜测试，极力子手掣厕所棍。哎，做咩摸我大髀啊？对唔住啊 Sir， 我以为厕所棍啊。未测着。阿 Sir 断咗，考完。阿 Sir， 你等等，我出去挞挞得噶啦，好快噶咋，好快噶咋。